的不一样。往常我们都是玩水嘛，今天我们要玩点反喝水。对，在今天的游戏的最后，被砸的最少的那个人和被砸的最多的那个人是可以直接回家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今天后面站的是孙导。孙导，你孙导砸我，孙导砸我了。再来个孙导，都转过来，然后让孙导跟我们展现一下怎么砸。啊，吓死我了！展现一下怎么砸。一会儿一定要把耳朵捂上，因为气球爆炸声音会有点大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后面大哥开始吗？我开始。还是啊，我们这是一到一百，好紧张啊！喂，大哥，说什么我听不见了。55。来，1到55。哇！46。1到46。36。1到36。10。1到10。哇！你吓着我了。1到10。1到10。2。55。1到55啊。对。23。23到55。23到多少？55。40。40。40到55。吓死我了。吓死我了。40到55。52。40到52。47。40到47。哇，41。40到47。还有六个数字都的。46。40到46。40到46。我选43。20到90。30。30到90。都怎么了？50。30到50。我的第一直觉告诉我啊，是38。38到50。47。38到47。38到47呀，还有9个数字了。
38到42。啊出门就会有可能会碰到他呀，有可能就是我们在一个区，就是太小了，这个区是不是走路的时候注意看看身边有没有我们，对，我们在。他说我们今天他说我今年七岁了，我最喜欢你们的视频了，你们每一个人我都非常喜欢，希望你们能多拍一些演戏的视频啊，就是一些情景剧类的，是不是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天天开心，希望你们喜欢我送给你们的礼物，谢谢，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。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些礼物是不是，嗯，他后面没有写了，他应该哇去画了一些很他很喜欢的颜色，是不是，嗯，他好像就是这个想法很多的一个小朋友一样，就是魔力二哥他会用了很多的小彩泥进行这个装饰。这个是豆子姐姐，他做了一个中间是心形，然后带个翅膀，豆子姐姐的，
然后这个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压坏的桃桃姐。哎，不是桃姐吗？差不多，很像桃桃姐姐。哎，是个鞋，好像是个。然后这个是扭曲的蝈蝈姐姐，蝈蝈姐带了一个彩色的尾巴，好像是在包装里面有一些问题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她做的时候很好，但是给压坏了。啊，这是我呀，我以为是豆子。这个是真真班长，呀，它是个龟和鸟的一个超轻粘土做的这个东西。这个是魔力大哥，哎，不对。小精灵，这是天天姐姐，它是个花，哎，这个看得很明显，是个花啊。非常谢谢你，你的粘土手工也是很棒的。嗯，哎呀，这个怎么讲？其实我觉得它其实做的还挺好的，但是就是可能在那个包装盒里被压坏了，被压坏了，好可惜呀，感觉。唯一一个这个没有被压坏，还能看得出来你的手艺。朋友们也非常谢谢你哦，对，离我们很近的小米粒。嗯，来，我们看看这个小朋友。他说魔力家族 Hello， 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陈静宇。哎，这个名字好熟悉啊。对，就有印象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第二次给你们写信了，果然是第二次了。上次听到你们读我的信了，可是有两个东西没读到啊。上次是不是很多东西并没有完全一一读到呢？这就是漏掉了。嗯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次不会漏掉的。也有可能是快递里面掉出去了，那可能是谁到了，不知道了啊。嗯，好，我来看看这次给我们写了什么呢。你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，桃桃姐姐的可爱啊，然后好可爱，每一天好像都有一个微笑等着你。豆子仙女就是太搞笑了，是大家眼中的开心果。蝈蝈学霸很聪明，所有游戏都能赢。哎，这好押韵的，因为你呢就是最聪明的那个人。天天姐姐身高身材太好了，为什么总有人说你不善良？你说为什么呢？嗯，不知道，很善良，很善良啊。然后，但是我最想跟你说的是，没有哪个人是完美的，你就是你，不需要改变。没错，非常对啊，做最真实的自己。魔力姐姐就是太厉害了，就是因为太厉害了，老被人怀疑。对，就是玩谁是卧底，就我不是卧底，总会被人当卧底。对，而且是永远第一刀就被杀了。对对对，狼人杀那期是不是？真真班长就是太美丽了，因为坚强美丽，我很喜欢。然后魔力家族，谢谢你们陪伴我，然后让我每天都很开心。你们每个视频我都有看过，看完一个视频又会从头再看，谢谢你啊。然后我想说你我们之间，我怎么看你串孩？你们在我心中没有任何一个缺点，即使有缺点也是优点。你看看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。对，然后下面还有画了我们每一个人，还有幸运数字啊，小画像。你看，画了一排，对，就是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样子，非常用心，包括我们的星座都写上了，很用心，很用心啊。好棒！你看看这边画了什么，就可以给我们展现一下。就是看看这个是什么，哆啦 A 梦。送给魔力姐姐，海绵宝宝送给真真班长。哎，画画真的很好啊，颜色很会搭配。皮卡丘送给蝈蝈姐姐，啊，龙猫送给桃桃姐姐，葫芦娃送给豆子，挺符合豆子人设呀。对对对，就是搞笑。小黄人送给天天。嗯，然后呢，我刚才看到了，这个小妹妹长得好可爱呀。哇塞，这个是那种应该是那种速成的照，就是给贴上的。然后他又说了，想对你们说的话，希望你们每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永远年轻，永远幸福。多拍一些服装搭配的，我记得你和豆子还是谁，我和淘淘啊，对，去搭配很搞笑的衣服，对，很搞笑。我们绝对不会落的，全给你读了。来，你们几岁了？不要说吃了，三岁。我们十八岁，来，你们喜欢哪些卡通人物？哆啦 A 梦、皮卡丘、波克比，对，是吗？你们喜欢的明星？林俊杰，对，肖战，邓伦，邓伦，对，我也喜欢邓伦。你们的真名，哎，不敢说。你们之中谁最小？真真，真真最小，真真真真最小。你们觉得谁最美？都美，对，都美。啊，你们觉得谁最丑？都丑，都丑。你们觉得谁孙导最丑？对，孙导最丑。嗯，你们觉得谁最聪明？
蝈蝈姐姐送给你。每个问题必须回答，回答了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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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次我们没有落哦。对呀、啊，好了好了，那我们今天信就读到这里吧。想必你们一定要记得多多给我们来信哦。